人嫁人之后，身份就从一个女孩变成人妻、人母、人媳，从一个家庭进入另外一个家庭。虽然绝大多数女性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但对于身历其境的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一种莫名的压力。它既不一定是婆媳问题，也不见得来自生儿育女、家事一肩扛，而是一种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感受。于是打从心里觉得怎么做、做什么都不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如何处理这种内心的难题？让我们一起来为太太、妈妈、媳妇想一想。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是的，我们今天要为女人发声。想想看，为什么结了婚以后，我们就脱胎换骨了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首先欢迎专家，欢迎曾阳晴、林姿佑、吴姿真老师，还有陈永康。Hello。好，那今天现场的话就是媳妇儿。哎呦，这是婆婆，我也曾经做过媳妇，当然，一定要做过媳妇儿才会做到婆婆嘛。一般来讲 ，OK。刚刚影片当中就是描述的那种女性的心情，请问在场的姿佑还有我们的吴老师，请问你们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吗？还有，请问两位，你们的妻子曾经有表达过吗？有请举圈，没有举叉。嗯，那一定有啊。这集是为女生发声，所以我们两个来是。帮太太发声，好 ，OK， 你不知道你太太有没有 OK， 好，但是各位看到就是，大多数了，对啊，就是尤其是我们三个女生，吴老师、姿佑、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觉得哎，怎么结婚以后我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也是有很多心境上、角色上面的转变。那我先听姿佑这边，当下你结完婚的时候，当一个夜晚哦。不是一夜白发，你知道吗？你一夜之后，你整个身份是改变，你要马上瞬间长大。我觉得那个给我最大的压力，就是因为睡觉起来，你已经是好了，你回娘家你是客人了，你知道吗？然后你在婆家你算是外人了，然后最主要你在婆家里外不是人的感觉，真的不懂。对，真的，你们男人要懂我们，我不懂。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可以合乎婆婆的期待，合乎亲戚朋友的期待，然后合乎老公的期待。因为你变成一个妻子，就是你去度蜜月回来，你要送婆婆一个礼物，见面礼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下的一个为难度，我就觉得我要买名牌包还是不要买名牌包。因为我婆婆他们就是比较节省的，送她的时候她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浪费买这么贵的东西，还是普通的小姑小叔会不会觉得说你的水平怎么才送这个？哦，不是我们女人想太多吗？不是，你想得很好，真的啊。可是应该可以先问老公，应该他观察他的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啊？对啊，所以通常就带一盒什么月饼回家这样。对，以男人来讲，他们就想说不用啦，我妈妈人很好，瞎煮没有这些问题，你不要自己想。对，他们男生通常都会跟我们讲说，你不用想那么多，大家都是一家的，我妈妈没有那么计较。通常都是这样子，儿子不够认识妈妈，对，很多时候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多多少少，尤其是蜜月回来了以后，可能啊，婆婆的心境就会觉得说，哦，你们那么快乐在一起，你们会不会忘记我这个妈妈？对，我这个婆婆。所以我跟你讲，妈妈，你会不会想太多了？不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们男人不了解，因为女人真的想很多，对不对，吴老师？哎，我想男人女人都会想，就想的不一样哦。因为我觉得男人在很多时候给的建议哦，他们是觉得越避重就轻越好，就越简单越好。哎，没错，越简单越好。我现在真的发现男人哦，尤其我身边那个男人，他只处理我的情绪。就处理我碰到的问题，他并没有要处理原生哦，其他的都跟他无关的感觉。对，真正要的感觉就是你要帮我选你妈妈喜欢什么。其实我们要问就是我哪一个选择皮包是对的，但不是他会觉得说你不用想那么多，是你的问题。因为我们从来不觉得那是个问题啊。对啊，跟妈妈那么客套干嘛呢？来这一套。可是我说真的，妈妈跟婆婆是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等一下，我再讲一个，我们节目里讲过了，因为必须承认，其实媳妇不是女儿。是婆婆真的，因为她真的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所以你不能把她当作自己的妈妈。我们回娘家，我们多么撒野啊！我爱躺的我躺的，我要趴的我趴的，我随便。可是对婆婆真的不可以这个。依萍刚刚讲这句话太好了，
这上周这篇文章很多人浏览次数非常高，他就说了，不要期待你的婆婆会变成自己的妈妈，奉劝天下所有的媳妇能够做到嘴甜跟尊重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是，因为有时候你去问老公，婆婆到底在想什么，你妈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儿子解读自己的妈妈，反正我妈妈呀，反正我妈妈，因为我们 care 点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到了越后婚姻越后段，渐渐才慢慢了解，其实我妈对于我的期待跟对于我老婆的期待不太一样，当然不太一样。我什么都不带没关系，自己妈妈带，妈妈还觉得你浪费钱，带这些东西回来我又吃不到用不到，你看我哪时候奶瓶还包出去？但媳妇带回来不一样。因为儿子一定永远就是儿子嘛，对不对？那儿子只要为妈妈做任何一点点啊，儿子想到妈妈，对，妈妈就哇温暖在心，好久要打电话给同学朋友，好，我儿子哦，对不对？开心。那可是媳妇就不一样，因为其实在，当然我也做媳妇不蛮久的时间了，是看我这么年轻，我也结婚十几年了啊，怎么可能？过来，16年了吧？但是有16年，怎么可能？对，但是可是真的来讲了，因为就是女人跟女人是相同的时候，她真的就会想比较多，是有一点对立的，因为你把她的心头肉带走。今天我应该做专家，老师，我跟你换位置。开玩笑。好，老师，我刚刚这是我个人浅见，您感觉嘞？我们中华文化就是那个自己人跟外人区别是很大的，就是自己人，即使我心里多不高兴，我都会要容忍，也都要帮忙。比如说，如果你家里有什么人真的是捣蛋的，可是你家里人还会要求你，你一定要帮他。为什么是自己人？那外人就是外人，所以外人的事情不要管太多。可是媳妇是正好从外人要变成自己人，所以他一定要钻一个洞。你想，那他钻一个洞，就要得到大家了解，大家的默契，谁喜欢什么，谁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你是一个陌生人，你真的不了解。那大家都有默契，所以儿子可以说不用送你，因为我知道妈妈不喜欢这一套。可是媳妇不知道，所以媳妇一定要想办法在里面找到那个默契。可是他没有累积足够的时间跟经验去了解每一个人的习惯，每一个人的默契，所以那个猜测的压力是很大的。可是我想媳妇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被接受，成为家中一员嘛。她的努力其实是非常耗力的。很多时候我们说那么累，是因为我不够爱，其实就是爱太多。就是不是面子要爱，里子要爱，不但我要爱别人，我也要人家都爱我。可是人家对一个很陌生的人很难爱，没有累积出来感情，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比如10年、15年，有默契，真正有感情，那就有真的爱。可是在中国的家庭里面有个压力，就是我们有一个角色的爱，就是你是什么角色你就应该怎么样来爱我。所以虽然你才认识我10天，可是因为你是我的媳妇，你就应该知道爱我所爱，恨我所恨，讨厌我所讨厌。可是这个默契哪里有10天或者甚至10年都不一定能够建立，所以这个压力就比较大。更直接跟我们讲，新婚出去玩回来了，蜜月，妈妈都说不要带礼物，那到底该不该带呢？一定要带，一定要带，非带一定要，什么可以不带？一定要带。我跟你讲，我们都看错自己妈妈，真的。你们就当年没带，对不对？江湖手太少了，一定要带，多见几次嘛，是吧？有。妈，你自己说不用带，你脸什么脸？是不是？说跟真正的含义是不一样。可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影片当中就描述就是女人的心情啊。那请问吴老师，您自己以前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或者你对于我们刚刚的那个描述看法为何？其实我的情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在美国认识了，美国结婚很长时间才回台湾。那我妈妈，我的婆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是她那时候已经因为身体不太好，所以不太有反应。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非常有趣。我举个例子，所以比如说我出去，如果穿，我喜欢穿黑的嘛，像我们教书的黑的白的，那婆婆就每次就会说，她用台语说啊，那请个假拍款，而且要形容到那假拍款，因为身体又不好，你就穿这个颜色，她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就穿这样，穿成这样，对呀、啊，我们从美国回来嘛，你知道吗？那时候就猜不动，那心里就是我就说哦，我这个几百块吗？啊，她又把我裙子掀起来。这一闹我要给的，有那么贵吗？还会其实说要还要花这么多钱吗？这样排款，你知道？所以这个就变成要花蛮多的时间去了解。哦，后来了解说，哦，其实所以说默契。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那我到底是真的难看吗？是觉得我这个人不好吗？所以这个其实是进入一个新的系统的时候，我们都会猜，我们猜测我的价值，我的在每个人心中的印象，我的他们对我的态度是表达他接纳我，还是排斥我，还是喜欢我？我们在这个部分很敏感，所以因为很敏感的关系，就变很有压力。那对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反应，你都把它扩大它的意义。哦，你们就排斥我了，这样你们是不接受我了，这样你们就不把我当自己人。这个东西常给我们这个莫名的压力，你常在那里解读嘛。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发现了解说。黑色，我就问人家，黑色真的很难看吗？说真的，在台湾来讲，黑色怎么？我说那就很简单。后来每次跟我婆婆出去，又从头红到底，就上面也是红，下面全部全部的。那我婆婆完全像个红包一样，多喜气。那我婆婆就说：“啊，那都丢啊，啊，那都丢啊，这样子。”所以那这个东西要经过什么？要经过很多默契跟了解。那我觉得你如果进到一个系统，不管你是不是媳妇，或者甚至是一个。女儿回到很久离家很久的，其实都是一个重新适应，你要适应默契，就要适应那个潜在规则，那这个都是压力，因为那就是不自然嘛，那不自然东西就会有压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家里都很自然。而且你知道最可怕就是什么？我们已经嫁出来了，然后你可能过一阵子你回娘家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还要为了男人的面子哦，因为我已经嫁给他了嘛。是。然后回去我们还在聊天当中还不能多讲说，哎呦，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那妈妈就会想说你是不是过得不好，是你是不是过得不好。对，所以我们变成讲话的一个用词遣字跟词汇的当中还保存先生的面子。对，真的是都为了你这个人。你真的是长智慧了。长智慧了。可是请问两位人夫，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察觉你太太经历一些很大的转变或者有点压力的阶段？其实我是之前观察过，因为我的大嫂那时候我还住家里，我还没有结婚，我一看我就觉得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呦，不简单。所以呢，当时就我其实当然也因为我反正到处乱跑嘛，那但是有几次就看到她跟我妈妈有起冲突，但是那些冲突都不是很大的冲突，都是表面上的较劲。就像说洗碗啊，我大嫂很喜欢做家事哦。好啊，她喜欢做菜，也喜欢，她真的很喜欢做家事，而且她做得很好。是，我要这么说。太好。那她在洗碗的时候呢，因为她喜欢那个水要把那个什么洗碗巾冲干净嘛，所以水就开很大。那我妈妈会走过来把水关小，然后再走。我妈也不会讲话，她就走，然后就走过去。然后她一看我妈妈自己，她就把水开大，然后我妈妈又会走进来。我看了几次，我觉得好恐怖。我说：“哎呦，怎么这样在斗争呢、啊？”吓一跳。你为什么不出声呢？不，因为我不是她老公啊。没有，重点是水费，水费也不是她在付。对，也不是我在付，是我大哥啊。我大哥不出声，我大哥坐在那边，他也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看他的电视，然后我就看，哎呦，这样子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好啊。那他们也没都一直都没有吵过架，可是你知道那个气氛很肃杀。我后来就下定一个决心。我如果结婚，我一定先搬出去住。然后呢，我们家有什么事情，我出面跟我妈妈交涉，跟我爸爸交涉。我尽量让我太太可以在我家扮演好人的角色，就是做好人。是是是。有好事情我让她出面，其他的事情我都我来就可以。因为我认识我家的人啊。你不认识我家的人，我后来因为我发现，就是这个水这个事情，他们都有这一个是节省嘛，妈妈要节省，大嫂要干净嘛。想法是这样，可是这个很难妥协，生活习惯不一样。老师刚刚用一个方式来形容，他说系统不同啊，对，这是真的了，真的。因为你那个 Android 系统用久了习惯的手机，你突然换到 Apple， 我说真的，你就是虽然功能是一样，打接 email、line 都是有，但是他怎么样去滑就是不太一样，你要花点时间去习惯他的操作界面，要多看一下 menu， 所以这个就是时间上的一个相处。像我刚刚举这个。是我太太经过那段时间，不是说真的是完全莫名压力或很大，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倒是她进入一个新的系统当中，她是要去花一段时间去适应相处的模式。因为在他们家里面话是直接讲，不喜欢不喜欢，喜欢喜欢，开喜怒哀乐是明显表达，没有拐弯抹角。我们家比较需要察言观色一点。然后好比说，哎，我太，譬如说我们唯一住在一块的时间是老婆刚。坐月子那段时间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太太就是不喜欢传统的坐月子餐，但是我的妈妈呢，第一次当婆婆要马上升格成奶奶，非常的热心，
功能是一样的，可以打电话，可以接 line， 就代表说他们的心都是好的。对，是。但是呢，可是界面不同，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妈妈她的操作方式跟你的不太一样。你都已经讲了，我不喜欢吃炒腰子，那味道太油腻了。腰子已经先讲了，好，中午炒腰子。炒腰子。妈妈会觉得说，哎、欸，我那个就是婆婆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真的是传统上真的很补健康，你现在真的喊你需要这个东西，即便你觉得不要吃，但我是为了你好。对，但是他就觉得说，我明明讲，那你干嘛问我呢？不是白问了吗？嗯，可是就是一个界面换的不一样。他也会吃啊？你猜是谁吃？你吃，你吃，吃。我现在老师握一下我的手，我跟你讲，做完月子我就好温暖哦，非常舒坦的。我跟你讲，我这个月子做的非常好，像生老二很快就生出来了，老大生完生老二很快的顺序。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功能，那个心都是好的，但是就是因为模式不同。如果说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如果整个的体系真的就只需要去照顾到先生，我们的压力会小很多。但是呢，照顾先生起居或许是一个难事，但是其实难上加难是如何去揣测你周围所有的这个家人、亲朋好友们。好，所以呢，究竟为什么我们女人有这样的角色，我们就已经应该如何来扮演，有没有方法能够去突破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什么我们做媳妇的有这样的压力啊？资佑其实在这个结婚以前，我们都知道是个优秀的现代女性。好，现在还是啊，是是，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原来就是，因为没有讲，对对对，优秀的现代女性。哦，爸爸像爸爸非常有成就，是家喻户晓的演员。然后呢，这个当我们小亮哥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嘛。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结婚以后那是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有人天天盯着你这样？哦，当然，因为那时候就变得你众所瞩目了。因为呢，在我老公家呢，他就是从小他就是一个他们家的一个怎么讲，妈妈爸爸拿来炫耀的，而且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老公因为他到40岁才结婚，所以大家都在等说何方神圣可以嫁给我老公。然后当我进驻的第一时间开始之后呢，而且我一开始进去就是跟我进驻，听到感觉好像外交官哦，对，驻点了，驻点，我驻点就来了哦。那因为我一进去就是跟我公婆、跟我小叔住，那时候我小叔也还没结婚，所以我是跟他们住一起哦。所以你知道吗？隔天一大早我就在斟酌，我要不要起来做早餐，要不要煮？那起来煮了一桌，我才发现啊，原来我公婆不在家。我从来就不知道我公婆早上不在家，你知道吗？是煮完一桌子早餐之后，我7点多就起来煮，煮完之后才发现说，哎、欸，我公婆不在家。我老公才说，对啊，他们都半夜2点多去鱼市场，他们就10点11点才会回来，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煮早餐。那我想，哦，好吧，那我就明天就不要那么多事，问一下再煮。那我们就自己吃一吃这样子。但是呢，第二天我婆婆他们就很早回来了，那你要不要下来煮早餐？但是你煮了，他们又想说，等一下就要吃中餐。对对对，其实这种小小的事情来讲，对我来讲就很为难。那我老公就说，你为什么那么无聊，干嘛一直要去煮东西？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在我们家，我当初要嫁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爸爸，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我妈妈就是那种早中晚都是煮饭的，那非常传统，所以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你去你就是要给人家做好你该做的工作。我妈妈就会谆谆教诲我说，这是媳妇儿该做的，你就是要去做，所以我就会一直记得说，我必须要做，要不然好像人家会觉得我没家教。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老公就说，你从明天开始你都不用去做早餐了。我说那你要跟你妈妈讲，他说不用啊。我老公就又来了，不用啊，因为不会有人理你，你不要管他。我后来才觉得说，你这个队友不太好。是我的队友，对，你这个队友 no good。我的队友都一直活在自己世界，你知道吗？然后就很赞哦，然后我就开始，所以我现在很会猜人家的心，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磨合期我过了很久，因为整个生活形态都不一样。然后我只要下到楼下，人家就会讲说啊，你都是小亮哥赢梦哈。然后去菜市场也是啊，你就是小亮哥的太太。然后从开始你的穿着，连穿一双拖鞋，他们就会开始跟你讲，哦，你老公很会赚钱哈，都给你用哦。所以从此之后我就不要穿太好出门，对不对？好，你就是只是要去倒垃圾，你就穿普通一点就好了。对对对对对。然后穿普通一点，他们就讲说：“哎呦，啊你怎么家里事情都你做，
怎么最近你就发福了哈？你怎么最近就比较苍老一点哈？哇，就很为难，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后来就索性少出门好了，好，我们就少出门一点。那就反正因为也刚好我一结完婚，然后我就很快的第二年就生小孩，就带小孩，然后就变成说，你从去我们家的便利商店到菜市场买菜，去到哪里，因为整条街连里长他们都会知道我是谁的老婆，真的过了一段一直都被监控的日子。是。然后你做就变成有老公的面子问题，但是在家里不做呢，又有我爸妈的家教问题。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只有这种是属于有传统妇德的女人。对。因为你会 care， 你在乎婆婆怎么样看你。对。那你自己被教导的过程当中也是希望能够你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夫家的认同。佩珍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她说，蔡永康啊，我教过所有的前男友的妈妈们都超爱我，但为什么感觉你的妈妈好像对我总是会有比较多的批评跟指教？那我因为她毕竟是嫁过来跟交男朋友是不一样的嘛，就是刚刚这样讲，然后她也是跟只有一样会觉得说希望能够得到赞美，或者说她觉得说她是应该要做的事情要做到最好，所以也会一样早上起来做早餐啊，也要做饭啊，你知道，可是我老婆做饭还不错，做蛮好吃的。可是在家里面就是尤其在住在一块那段时间，你厨房就是只能容得下一个嘛。然后你做的很好吃的话呢，这个不管好不好吃都会觉得说，哎呦，我的事情被你拿去做了。然后那段时间就算好吃，然后婆婆也会觉得说你把这件事情就是这原来是该我的地盘，然后被你抢走，对，你抢了去做，她也不会真的说赞美你做的好好吃。我相信我妈妈也是觉得好吃了，但觉得就下次还可以再加，就是不能赢。我身为一个旁观者的观察，旁观者觉得可能是有点那个竞争的心态，一定有。但他到后来呢，就是慢慢想开，因为再次讲了，两个手机系统不同，但是出发的心是一样，都是好的。因为他们都希望妈妈希望他的，我的妈妈希望他的儿子好，那我的老婆希望他的老公好。对，反正我都是做那个坐享其成，对，渔翁得利的那一个。但他们出发点都是为了我好，那功能一样啊，只是界面不同而已嘛。所以遇到了最近这几年的时候，当我老婆已经习惯了我们家的相处模式跟方法跟讲话的态度的痛，我们家的很多时候是负面表象激励人法。负面表象激励人法，好难哦。就是讲的有这样，对，就是讲不是说啊你好棒棒，你好厉害，不是，他讲说，哎呦，今天我这么丰盛啊，这样大家吃都会啊，你看小朋友大家都会吃很胖哦，高高胖胖，他就。讲说会吃大家会胖，但是代表就是好吃的意思。上一个世代的人讲话就是好吃，好吃的意思。是这样，可是我们听起来就会很受伤。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你还会很 care。我老婆到这几年发现，也因为我妈妈后来有了伴嘛，她自己生活很幸福又美满快乐，对我们的专注度压力也少一点。那我老婆就慢慢释怀，就说有时候她不一定要得到100%婆婆给你很多的赞美，她事情做好以后，她知道她做好了，也知道婆婆其实这样讲其实是赞美。就是没有直接讲，所以他的压力也不是说不 care 妈妈讲的话，而是觉得不用 care 那么多，他压力就不会那么大。而且后来我真的发现一件事，因为你越在乎给自己压力越大，我发现很多七八年级的或者八年级中后段班他们都不 care， 不 care， 完全不 care， 到了礼拜天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还说妈假日你怎么那么早起床啊？对身体不好，你知道吗？应该多睡一点、啊。多睡一点，身体哪会想到说起来给你做早餐呢、啊？现在都是婆婆 care， 对啊，媳妇啊。而且当媳妇完全不 care 的时候，她完全没有压力。真的啊？什么不能睡晚一点吗？本来就应该睡晚一点的。但是就怎么样？因为自幼她来自原生家庭，就是妈妈已经跟她从小她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安排将来要做个好媳妇啊。是。那这也是她的生活模式啊。做这么多的过程中，你有觉得你是好媳妇吗？我很认真的往。所谓的好这件事情去做，对。但是我觉得到后来会很受伤。哦，真的啊？为什么？哪里？其实就像永康讲的，其实就是家人的随便一句话，你其实就会刺到，就因为你很在乎。对， yeah， 可能就真的，我觉得是女人要放过自己。我真的后来发现哦，这么多年下来，有些事情真的是我们想太多。其实我们很多东西真的也别那么在意。其实有时候老人家他只是以长辈的一个身份讲了一句话而已。而且我发现有一点就是说，妈妈她是妈妈的角色，但是我今天来的只是当老婆的角色，你不用去当我老公的妈妈。对，我觉得很多妈妈会要求你又要当他儿子的老婆，又要当他的妈妈。我觉得给我们的压力就会更大，
所以我后来觉得说我放过我自己的时候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是要当他老婆，我不需要把他的一个未来跟他所有该有的这些传统的模式全部管到那么多，嗯，然后相对的把婆婆的一些权利就还给他，你就不用跟他争，就像我婆婆就会觉得说我鱼永远我煎的比较香，嗯，我怎么煎哦，开什么玩笑，谁不知道我很会煎鱼，但是没有用，她永远觉得她的那个火候才是最好的，对，会这样子哦，那你叫她煎，同时你煎过了她来坐下来要吃，她还是拿去微波一下，她会觉得里面没熟， 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氛围嘛，但是真的就是当下我们会很纠结会很难过，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哦，说不定他觉得做了这件这个过程他心里就好过一点，那你也给他一个台阶下，那你就说哦好好，那我帮你拿去微波，所以就变成说我也会帮他说哦真的吗，没熟哦， 那我来微波，我就会把他拿去再微波一次，那这样他就觉得说嗯，你看以 我那么老的功力，我吃那么多年的鱼，我就是觉得这样才会刚刚好，那就好嘛，他好就好了。而且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去找你的老公说，老公，那你觉得是哪个没有熟吗？千万谈哦，真的不行。我跟你讲，老公这时候，但是我通常会说白痴话的时候，虽然从小就吃那个味道。所以永康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我听起来，就是因为资佑跟婆婆两个人是正面在正面在接触。所以你们是短兵相接啊，嗯，我觉得如果是妈妈要拿去微波，我就干嘛？妈妈你在干什么啦？拿吃就吃了，还微波什么？哪里没熟，我马上就吃给她看，熟了啦，没有不熟啦，不要什么冲突或者是什么压力都直接由你来承担。啊，我真的觉得像我举个例子啊，我小朋友喜欢吃巧克力糖，他不吃糖，不喝 Coke， 但他就喜欢吃巧克力糖。我妈知道了，妈妈当然要玩孙子啊，对，对不对？来就喂他吃巧克力糖，可是要吃中午饭，我们家是禁绝吃饭前吃巧克力糖。那我看到了，啊，我太太也看到了，我就跟他讲说，你都不要做声。我之前就跟他讲了，我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声，我来就好。啪，我把妈妈手抓住，我说妈，你在干什么？啊，你不是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这个吃饭前不要给他吧，吃饭后再给他嘛，妈妈，我知道你爱孙子。今天的难题就是啊，就是好也是女人，那其实呢，为难的也是女人。然后这种模式相处啊，是我们华人的特有产业吗？吴自珍老师，对，是哦，真的吗？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要谅解，就是在我们中国家庭里面，我们都是讲究应该有的感情，很少去体会到说。建立真有的感情的机制是比较没有的，所以在我们在中国家庭里面，其实有个蛮可惜的，就是闷。这闷的来源是来自什么？你应该要了解我，你应该要对我好，所以我们会明白你对我的爱，可是我就感受不到你对我的爱。所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进到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你就会去猜，因为我真的也希望在这个家里面得到我原生家庭一样的爱，所以用什么方式我去猜你们喜欢什么，我尽量做。可是问题是，中国人即使他觉得这个媳妇很好，或者我觉得这个婆婆很好，我们都不会当面说嘛。你很少看那个中国家庭跑去跟婆婆说，婆婆我爱你，那婆婆也很少跑到跟说媳妇我很爱你，这个东西其实对他儿子对他女儿他都做不出来，何况对媳妇或者是对一个他不熟悉的人。所以中间其实我们的表达情感跟需要上，其实中国人是有他的困难，所以在这里就变成为什么会变成有压力，因为就是不明不白的感受。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你好，你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这样做是不是够，中间都很多的猜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很可惜的，就变成而且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讲究犯错，我们对容忍犯错的程度很低，就是你如果说一句话我觉得不高兴，好，我跟你断绝关系，你以后从此就不要回来了，你这样回来这么勉强，你就不要回来好了，我们这个绝的话就会说。那这绝的话影响就很大。那我觉得在这里男性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减低女性，包括妈妈，包括妈妈，包括媳妇，包括女儿，最主要是男性都喜欢不要有冲突就好，因为他很忙，只要你们女人没有战争就好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忍一忍嘛，妈妈你就忍了啊。那她是妈妈啊，你就说不定，你就觉得这样子糊弄一下，只要两个女人不要引起你的麻烦，我可以好好去正经做事就好了。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是两个女性就会有很大的失落。其实两个女性都很希望这个男人对她的需要有所了解、有些接纳。所以反过来，其实我有点加一点，可能对先生可能更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跟妈妈讲。嗯，我知道你鱼煎得很好，你鱼煎得好，我真的觉得我的媳妇这个鱼真的还差一点。嗯，好，可是呢，我真的觉得鱼长，可是你要他在学习嘛，对吗？他正在学习，他很年轻嘛。嗨，那就对太太说，我知道你做的鱼也很好，我知道妈妈这样讲哈是有点挑剔，可是你知道吗？老人家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有价值嘛，他有唯一能证明说我做的比你还好。其实你这再好，你称赞越好，我越失落嘛。嗯，我原来是在第一把嘛，我现在变第二把或者第三把。那这样子的话，我如果是能够对我的妈妈说，哎呀，我真的觉得你做的也是非常好，我就最习惯吃你的，好，那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好。所以这个太太也是说，你看妈妈其实她只是想要说她也会做鱼啦，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就体会一下就好。我觉得其实这个两个女人如果得到先生的接受跟了解，我觉得真的那个压力就会少很少。可是先生多半的反应是不要吵，你们两个不要吵，你忍一忍嘛，你不要这样想嘛，你不要这样看不开嘛，不要想就好了，你就想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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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日子就好了，你没事了哈，没事了，那我再去打个电话，我再去弄我的客服。通常就是老公啊跑到厨房去找自己的爸爸，是公公，能干一杯。是，可是我是觉得哈，我真的是要为所有的女性，不管是年轻的，因为我如果代表老一辈的年轻一辈，其实我都有一个，就是女性常常把家庭看成是她价值的很大来源。其实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我还是觉得家里要做得很好，我才有价值。所以家庭对她来讲就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觉得做先生的就要帮助太太，真的要来或者帮助妈妈去了解，说 appreciate 就是欣赏你，因为你这么照顾家，我才可以在外面冲，因为你们两个都为我这么好，我才这么幸福。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其实是需要帮助两个女性，让她能够安定，觉得有安全感。哦，对，我的付出不是白付出，有人看到。其实女人其实有的时候委屈是什么？我做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看到，然后不但没有看到，还说那些话糊弄我的话，这个就很受伤。所以我倒是觉得女人的压力有的时候还是，当我还是说有的时候是我们自找的。我们女人好像做很多事情我们是希望被看到的，那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做了但并不是希望被看到，而只是觉得说这是我觉得我很满足于我的生活或者我想要做到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从婆婆的角度来看，因为难免很多婆婆真的觉得儿子结婚了他的价值就没了，不是减少哦，真的就是所谓的我们女人的自信究竟从哪里来。 OK，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女人究竟要怎么样能够无压力的进入婚姻呢？但是我们先要补充，就是刚刚好给老师您刚刚的那个上一个题目啊，请问您还有要补充吗？我只是讲一个故事，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体谅这个，我们尤其像长一辈的，我们就要知道说小孩有小孩的生活，可是小孩有的时候要体谅长辈，有的时候他也不太在旧的系统里面，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需要。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有的时候就用什么，用罪恶感，比如说他就会说，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啊，很怨啊，你们都怎么样过得很好啊，对吗？就我一个人很孤单哦，好，这样让你很有罪恶感，让你觉得说你好像应该要来关心他。可是我们长一辈真的说不出来，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人就是比较没有受到外面的这个教育的影响的，都会用一个反面的话，就是说，哎呀，你们都怎么样？哦，好，自己海阔天空了哈。现在有了太太就忘了娘啊，就这种话，让这个太太也不高兴，让孩子也不高兴。可是真的是不需要讲这个话，所以劝一下就是，可是为什么要这样讲？用习惯用这个方式来得到正面的感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可惜。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家人很多
就是在国外嘛，那我自己跟先生回来台湾，那我妈妈回来好不容易 一年回来两次，就回来跟我们看看啊。可是进门一进门就开始数说我的不对，哎呀，家里怎么这么乱啊，怎么做教授还这么乱啊，我心里就在想，做教授跟这个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就觉得那就开始，他就开始行李放，就开始整理啊，洗碗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要洗啊，赶快吃饭啊什么，不洗，非要洗不可。那洗就可以，可是要一直念，你看脏的还吱吱吱，还有那个声音呢、啊，吱吱吱吱吱，怎么这么脏？这样子这样，那我心里当然是不舒服。所以我那时候不是婆媳而已，就是长辈跟下一辈，其实都是因为有这个关系。那所以要考虑到年龄跟心态。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妈妈为什么要一直念我？嗯，那念我的好处是什么呢？嗯，好，一定不是为了让我不高兴嘛。我就出去想了一下子，后来就想对了，我妈妈来中国人是不吃白饭的，白吃饭。比如说我来住你家，我一定要对你家有贡献、嗯。是哦。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婆婆会说：“哎，这个媳妇做的不算。”她在告诉你，我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对这个家有贡献的，知道？所以她就说：“我来你家是我有贡献哦，因为我这方面我会比你更好，所以我要证明她我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一定要告诉你，你是比我多不好，然后来呈现他的价值、嗯。后来这样想，你只要想通了，其实心境就不一样。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对哦，你想真对，我怎么不像你？像你长得又好，又有气质，又会做家事。你看我为什么长得像我爸？”我妈妈听这一句最高兴了。然后我妈妈就后面下一句，她就有怜悯的心，她就说：“哎呀，你也忙嘛，其实也还好。”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谓要去体会或者去认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年纪大的人有年纪大的人的限制。作为中国的长辈，其实中国长辈是孤寂的，因为他有需要他不知道怎么说，他只能用负面叙述。那希望你能体会，有默契，你自动能提供正面他所需要的。可是现在年轻人那么忙，你直说我都不一定知道你，而且很婉约的这样用负面的，我就是不高兴。我根本就不会想到你的需要，所以中间我觉得中国的家庭就是蛮可惜的。那所以我就是很鼓励，是说真的误会一定要说，有需要一定要表达。所以真的我要跟小孩子说，我真的很爱你哦，我真的很想你回来，我很寂寞，我在家里我很想念。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机制。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需要都是要人家猜，那所以猜的人就很累，就像只有说的、你就是要猜很多的事情、要猜就是很累。所以在这里也就来建议所谓年轻一代，我是说真的，你们以后、你们就是那个家庭的主宰，你就会开始建你的新的家庭，就要把心说我现在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家庭，那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不要再猜，我的孩子下一代可以很自然地说出他的需要，那我也要做我的一个示范，我要说出我的需要给孩子。所以就变成你打电话不是说你还好吗，要跟他说我最近感冒了，或者我今天看你的相片我很想念，想到你们小时候，你开始讲我的需要啊，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最近有什么事情有点烦恼。我觉得开始我们是不是在中国家庭里面可以加上一些比较自然感情的流露，而不是只是角色上你应该怎么对我，那个应该跟应该，谁说你应该，谁说我应该，我们两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中间的落差就会产生疑惑，会误会，或解释错误，我觉得那关系就会酸。这个是要努力，中国人更是要努力，中国人很难，对，可是要努力打破，不要再传到下一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那这个妯娌也是一环，也会给很多的压力，有比较心。 你有遭遇到这样子比较心吗？有，就是家里的亲戚朋友多的时候啊，那相对的大家来家里人多嘛，妯娌当中哦，就像曾老师，你是看到你的大嫂，是，但是你的大嫂因为她已经经过了那一面，所以你的老婆，我说实在话真的是好运一点，有，因为你看到了，但是是多有，你而且你还帮他，对对对，你还帮他阻隔掉了，是，但是呢，当我们是前面那个大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一个压力就会更大，是，那就变成说我们在那边冲撞的一个当下，最怕就是旁边这些亲戚朋友还有一些长辈倚老卖老，而且呢
每个人都给你很多关心的意见。其实我说实在话，他们并不是坏心，也不是不好的一个意见。比如说你生两个儿子再生一个女儿嘛，你的女儿像你多漂亮，女儿怎样怎样，以后女儿才 能让你依靠，这样讲很多，对。但是呢，每个人都讲了一个讲了一个之后呢，然后呢老人家就会听一听啊，没关系啦，不用讲了，他们也不想要生了，就算了。就是来一个 ending 是这样的话，你其实你在旁边听，你在洗碗然后听到就觉得好，到底是生还是不生，就很为难，你知道吗？有人想说，要不然给你们生啊，你们生啊，你们生啊。没有是呢。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个小小吗？有的时候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太太会想说，哈，又在骂说先生有了，就是儿子有了，老婆忘了娘啦。因为会想说，哎呀，只有女儿好啦，女儿将来才会回来啦，儿子哦，哎呦，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会不会？你想的比我多，弦外之音超级多，我还没有想到这一段。对啊，就是你想，我只是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应该要生女儿？因为、啊、真的很会想，很会想的比我多一点，是不是？没有，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讲到，就是哦，比方说都是儿子的话，就会久啊，就一堆声音过来、嗯，对，然后从来接不到电话的那个什么女方亲戚，对啊，就会打来说，哎呀，我劝你还是要生个女儿啦，说为什么？哎，因为你将来儿子。不会回来的，真的真的。你看看他爸爸，我听过很多这种，对不对？哎呀，生女儿才好，将来有保障。开始接一些，你看我那个女婿有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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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下就觉得你中了很多枪。要讲讲不完，都生女儿啦，怎么都没有儿子？对了，那是另外一种，就是什么都有人讲嘛，然后你的压力就会很大，那种无形当中的压力。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女人就要坚强。是我那时候，我真觉得我很早就，其实我很早就开窍了，所以我到现在还可以跟公婆相处，就是这样。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要抽离，然后你只要告诉自己，你做了这件事之后是满足他们的愿望，还是你要对你的人生负责？因为我觉得，就像我老公讲一句说，你如果再生一个女儿，我们养不养得起？这是一件，因为这是我们两个要负责任的未来，你知道吗？然后你还要怎么教他？但是这些人讲完拍拍屁股就走了。他，你没有钱买奶粉的时候，他也不会给你，你知道吗？所以大家每个人就是来多来讲讲讲讲。其实有时候他们也没那么在意，搞不好出了这个门就忘了。你认真就输了。其实这句话才是最后这句话才是对的。对，你真的不用那么太认真。但是你知道，女人当下听了还是难过的。是哦，对，是。真的 我们还是会难过的。真的不知道。好，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就跳到吴老师这边啊。那像他就是刚刚也讲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80后、90后，他们结婚以后。可能就比较就是做媳妇本身就自主能力很强了，然后就是礼拜天睡到下午，然后都觉得不用起床，没有那个包袱，他们就没有莫名的压力，一点都没有。婆婆比较有，可是婆婆就有。那老师你会怎么去告诉婆婆要怎么去看待嘞？就如果媳妇真的就已经是反正就只想她自己了，婆婆要怎么面对？现在婆婆好命苦，之前当媳妇，对对对，现在当婆婆，所以你要小心啊。我看到我的未来了吗？对对对，就是媳妇熬成婆，熬成婆就婆还是苦的，还是苦的，怎么办？永康，你那么开心干嘛？我觉得又跟你坐对面，他突然发现他自己好幸福、啊。对啊，我们两个都很幸福。有你们都幸福。对啊，老师怎会要怎么去跟现在的现代婆婆说？我觉得其实我比较不会说。婆婆啦，或者是媳妇，我就是，接的很多个案嘛。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过得这么辛苦，啊，就是你常常需要是建立在别人给的身上，就觉得说我所有的幸福，比如说我需要的自我价值，是要别人的称赞里面给我的。那我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别人觉得好，我这件事情才值得做。好，我自己所有的一些我的好的评语，才证明我这个人是有价值。没有好的评语，我就是没有价值。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是什么？我们就把别人的话、别人的印象当成我们自己做一个事情的动机，跟我的价值来源。所以我觉得，你不管是什么角色，女人特别会这样，我们会从人际关系里面得到肯定。我们觉得，而且我们很在意这个东西。可是不要忘记，一定要接受，世界上你不是一个最好的人，你不大可能得到所有部分全部都做得很好。你即使再努力，可能有人就会不喜欢你。那常常跟对错有的时候没有关系。就跟说我就是喜欢圆脸的人。我看到圆脸人就开心，
那个接脸的我就觉得不开心，有可能就是很没有理性的这种感觉。你脸好尖，我上面圆下面尖。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是仇里也好，你是先生也好，是太太也好，是尤其是女性，我觉得真的要知道说，我只是尽我的力，我尽量去爱你，可是我不一定一定要满足你，因为满足你自己是你的责任。我的责任是做一个好人，我的好人就是我尽我所有的能力去爱你，去帮助你。可是至于你是不是喜欢我，就我不能要求。为什么我们通常会说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这样对我？事实上人家喜不喜欢你是因为他喜不喜欢你这个人，不是因为他感激你。如果感激你，你只是他的恩人，不是他的爱人，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会感激你，但是不一定会爱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自己要什么，我要从神那边得到真的很大的价值。我就是自己觉得我有什么亏欠，我有什么，我什么需要，我都告诉神，那求神给我能力跟智慧，告诉我应该告诉的人。就是我 不一定要告诉所有人，我就告诉那，比如说我告诉先生，我现在心里有点难过，我心里有点担心，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那如果我觉得对小孩有点挂心，比如说像我的女儿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她说要去夜唱，我很担心，这时候我不会说你不要去夜唱啊，这样会很多压力，对吗？那反过来，那我这需要怎么办，我就跟我女儿说我很担心你，那请问你我该怎么办。因为这是我的问题，不是她的问题。那这时候我女儿就说，妈妈，那我打手机给你好了。我说好，是太感谢了，这样你一定很丢脸。他说我是一起去，你去不去啊？他说一起去夜店，你去不去？我会去啊。那他他好希望他赶快发出邀请。对对对。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到这个时代了，我们就不要再受到中国那个讲求默契跟表面和谐，因为这个里面就抹杀了很多个别的不同。我跟你不同，我的需要不同，所以你不能告诉我你就这样需要就好，你就这样做好了，因为我这样做我不会 happy， 我可能要别的方式 happy。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我真的是要奉劝各位先生，在幸福这条路上，在帮助女人解除压力上，先生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女人受苦，她要有人知道她就可以了。那我们虽然不是说女性意识抬头，因为我们觉得其实人本来就是平等的，所以针对于两性平权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请问杨琴哥，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男生都没有压力，为什么我们女生有这个压力？这就跟几乎所有的传统的婚姻的制度，就是女性嫁入男家嘛，所以才会对男人就不是问题，可是对女性来讲，它就是不公平嘛。对啊，所以我觉得啦，圣经讲的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是对的，是就是其实结婚是你们两个的事情，不应该把它变成两家族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为止还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可是因为姐妹嫁到弟兄家里面来，我觉得弟兄应该让你们两个，其实你们两个磨合就已经很困难了。我讲老实话，就是两个一对夫妻要磨合就已经非常困难，你还要他去照顾那么多的这个陌生人，真的不是很熟。是啊。然后还要讨得所有人的欢心，你光是讨你另外一半欢心就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上圣经要你先讨你另外一半的欢心啊，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们两个要一起走下去，未来这些人可能都会慢慢消失，他们也不管你，他们也不 care。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这个好的方式，对我来讲，我觉得抽离那个环境，让我们两个小空间，但是我们一样保持跟家人很好的关系。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好日子，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先建立起来。我也相信我的父母亲最希望的是我的婚姻能够幸福，我的家庭能够做得好，这才是我觉得对他们最好的孝道，而不是说硬要让。后来我就说嘛，我大哥大嫂也搬出去了，这搬出去以后变好了，他们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就变成客人了。妈妈真的就是说，好，没关系，你做什么我都吃，这样子。我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那个两个人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啊，然后呢不要让姐妹们进来以后要面对承担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我还是要讲最后一个，刚刚吴老师讲一个我非常非常赞同，人的饥渴谁都没有办法满足你，你做再多你都不会，人不会有人真正的满足你，真的那个满足要从上帝来。当你被上帝满足了，所以耶稣才会说活水的江河，你才能够去滋润别人。我觉得那个太重要了。对，还有重点就是
你不论做任何事情，应该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而不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你的赞美。对，因为你的快乐是来自于上帝的泉源，还有你自己的那颗心，对吧？然后呢，慢慢慢慢，大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包袱、委屈、掉眼泪。无知的男人啊，有些有知的，现在有知的。